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马老师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汉语中的三个的。第一个的，白勺的。名词前面白勺的，比如说可爱的动物，黑色的头发。第二个的，tǔyě的。动词前面tǔyě的，比如说开心的跳舞，认真的写字。第三个的，双人的，怎么样前面双人的，比如说他跑得很快，小笼包好吃得不得了。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做下面的练习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